大家好，我是李健，大象是我特别好的朋友，也是我一直合作的吉他手。在我看来，大象是一个兢兢业业、对吉他无比热爱，而且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老师。我特别高兴听说他，能够做吉他教学，把自己喜欢的音乐推广给更多的朋友。当然，其中他也表演一些我的乐曲。我是非常的感激大象，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关注大象，尤其是热爱吉他人，一定要关注大象音乐课。我想你们一定会从中得到不少的收获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卓。大象是我合作好多年的吉他手，非常高兴他能跟大家分享关于他在吉他上的这些年的演奏经验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象十音乐点半课，的祝地大象铁，音乐课越终办越于好。每个人都有了座位，温热的风终于能轻轻的、静静的吹。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，重重的靠着我睡，我没有推，我不忍心推，她看起来好累。矮下了身子，向后仰，我懒散地伸长了腿。你的这个吉他，西班牙吉他已经弹到那种，已经把我的心都快抖开了。完全就是音乐的享受。咱们再给这个吉他大师一个鼓掌。小象，啊，太棒！小象开心死了，真棒，对，真棒。为你把手放平，当你伤心时，有没有？